今夜心情怎么样？不管好不好，来段相声，来段笑话，来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来段热血沸腾的人生奋斗史。今夜就和鸡鸣一起来一段。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由鸡鸣制作主持的今夜来一段。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天以及礼拜一的清晨四点到五点哦，在汉声全省的调幅调频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联播。那听众朋友不知道最近有没有看一部非常火红的电影，叫做长城。那长城这部电影其实是好莱坞的制作，那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去看的话，你光是看到片名，很多华人影帝跟演员一起参与演出，你一开始可能会以为这个是中国的电影哦，但是其实它是好莱坞制作，但是全程在中国拍摄。那既然是好莱坞拍摄，它当然是全程是英语的，所以它的主角呢也是以麦特戴蒙为主哦。当然华人的部分也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这个明星一起来参与。那导演呢是张艺谋导演哦。那在介绍长城这部电影之前呢，我们先简单来介绍长城。当然是指我们中国的非常浩大一个军事工程的一个建筑哦，万里长城。那在古代中国呢，它其实它的目的是为抵御不同时期啊，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他们时常会对我们这个中原啊来做侵扰。那修筑规模非常的浩大哦，长城东西绵延上万华里，因此呢我们又习惯称为万里长城。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长城遗迹啊，主要是兴建于在14世纪的明长城，是明代修建的，那西取嘉峪关，东至虎山的长城。那长城的遗址呢，横跨了这个北京、天津、青海、山西、内蒙等15个省市的自治区哦。那长城呢，也是人类文明以来有史最巨大的一个单一建筑物。那在这个2012年6月5号呢，国家文物局宣布，历经了五年的调查和认定，中国历代长城的总长度是21196.18公里，这是中国首次用科学系统性的测量历代长城的一个总长度。好，那在我们介绍这个电影长城之前呢，我们先来听长城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无名令》。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由金明制作主持的今夜来段。那我们今天节目呢，来跟听众朋友聊《长城》这部电影哦，在12月29号上映，那在中国大陆呢是12月16号上映哦。那这部电影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剧情介绍哦。这是一支中国的精英部队为了人类的存亡，在长城上跟敌人一决死战哦。那这个敌人呢，其实不是那个北方的匈奴或者是一些游牧民族哦，居然是上古的一个怪兽。然后两位的英国人呢，他们是欧洲的佣兵啊，他们15世纪来到中国，那他们来中国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寻找火药，火药在当时是中国发明的，所以他们为了火药来到中国，然后亲眼就目睹这个长城上这一批精英部队哦，跟这个上古的怪兽在打斗。然后在长城里面呢，我们这个主角呢是麦特戴蒙哦，他饰演的是欧洲的佣兵威廉，然后是一个神射手。那他有个好朋友搭档哦，叫托瓦，然后是由这个佩特罗帕斯卡所演哦。他们两个是个性彼此的互补，然后非常两个常常斗嘴哦，妙语如珠。那在剧中呢，他们两个也扮演这个生死兄弟的一个关系哦。然后还有第三位这个西方的男主角呢，是这两度入围奥斯卡的这个威廉佛达饰演巴德拉。那威廉佛达呢，或许他可能因为他算是第三个男主角，一般人对他比较不熟悉哦，但是其实他是在蜘蛛人里面演的是绿恶魔这样的一个角色哦，所以呢听众朋友看到会觉得他非常的熟悉哦，就是他过去演这个反派的时候其实呢非常的经典，在2002年演出绿恶魔。那在亚洲的巨星又更多了，包括香港知名的演员刘德华，以及这个中国大陆的国师导演张艺谋，然后再来呢还有包括这个中国新一代的这个女明星哦，景甜哦，她也是剧中唯一的女主角，然后包括这个张涵予、林更新、彭于晏以及黄轩，还有流行音乐歌手鹿晗哦，也在这当中呢演一个小兵的角色。那还有包括这个王俊凯饰演的是17岁的小皇帝。那这部呢是由中国华谊兄弟跟美国传奇影业联合组成的这个制片公司传奇东方来拍这部的史诗大片哦。那这部片呢是张艺谋第一部用英文呈现并且全程在中国拍摄的一部电影哦。那这个也创下一个记录，在中国呢是至今格局最大的一个电影哦，算是空前。那绝后呢就不知道了，因为也不知道后面我们中国还会拍出什么样格局更大的一个电影哦。那这部中外合拍的这个好莱坞电影呢，其实呢当初是由三位这个好莱坞的编剧哦，花了7年的时间去编写的，然后剧本当然是转到这个张艺谋手上呢，他又花了这个1年的修改。那张艺谋看到这个剧本呢，他在一些访问他也曾经提到，其实他对这个剧本一开始他当然是有一些地方不是让人家满意的，就是他有过去传统好莱坞的一个影子，就是好莱坞的影子呢，既然是这个灾难怪兽片，一定会有英雄人物，那英雄人物呢一定会配上一个女主角，然后一定会有火花，然后火花之后两个就会发生关系哦。所以在这个本来的剧本当中呢，我们这个男主角来到这个中国长城，还要跟我们这个中国长城的这个由景甜所演的这个女主角，然后还产生爱情火花，然后会发生关系哦。这样的剧情其实在张艺谋的手上他是把它改掉的，因为他认为这个是中国古代北宋期间的，过去的中国古代的女子这种贞操观念是非常强烈的，绝对不可能随随便便跟一个外国人，然后经过没有几天的相处，然后就有火花就发生关系哦。所以他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是这个在好莱坞他们过度崇拜个人英雄主义的一个想法哦，也是被修正掉了。然后张艺谋呢，他个人呢也总结哦这部电影的三句话，就是呢长城上打饕餮。好，那饕餮是什么呢？我们稍后来介绍哦。然后第二句呢是不怕死，那第三句呢是胜利的，就是这样的三个步骤，就是一部曲、二部曲、三部曲。先打，然后当然是我们这个正派啊，就是我们人类的一方要牺牲很多人，最后我们就打赢了。
然后饕餮呢是每60年会出来作乱一次哦，每次出来7天。然后这部电影呢，张艺谋拿到手上，他修改1年之后呢，他又花了1年拍，然后又1年搞特效，总共其实是15个月啦。就是当然里面有很多动画是需要后制的时候，所以他张艺谋就说这部片花了他很多精神哦。虽然这部片在上映之后呢，正反评价两极，但是在我看过很多评论报道之后，总结来讲，虽然说这部片并没有大家期待的这么高，但是也不是那么烂。那总结它有它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是第一部中西合拍的好莱坞电影哦。那张艺谋他也身负着这个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责大任，所以他非常勇敢的承担这部片的一个成败。那总结来讲呢，它并没有那么差，但是也大家可能也期待太深了。那里面要表达的就是4个主题哦，第一个就是责任，再来是荣誉，然后第三是信任，最后就是牺牲哦。那时代背景设定在北宋宋仁宗，那宋仁宗在稍后呢，我也会来稍微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宋仁宗，他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是我们民间戏曲常常会演到的这个部分哦。那饕餮大军呢，总共他们在电脑动画在做后制的时候，最多最多呢一个画面呈现了30万的饕餮。那剧组的工作人员呢，好几千人在现场，包括这个工作人员跟这个临时演员呢，非常非常多。整个剧组总共来自37个不同的国家，因为他们的每一个剧组都要挂上自己国家的这个名牌，所以总共有37个国家。光是翻译的人员就有70到80位哦。那饕餮呢，这个版本因为它有1年的修改哦，那1年的拍，还有1年的这个做特效，总共这个3年多的时间哦，其实饕餮的这个动画版本一直在修改。那根据张艺谋说呢，总共有这个500到700个版本哦，他自己都不太确定到底总共改了多少个版本，可能就是一个版本出来看一看，不满意就稍微改一下，改一下，改一下。那也许是改个颜色，也许是改个色调，也许是改个造型，那或者是可能就把眼睛换到别的位置，因为其实在电影中饕餮的眼睛其实是不是在我们习惯看到怪兽的眼睛的头上，其实有点长在那个类似我们人类肩胛骨这个地方哦，就是。然后长城这部电影呢，总共拍了1.2亿美金哦，换算新台币大概8亿左右。那8亿人民币呢，经过专家的换算，票房要卖到25亿人民币才有可能回本，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豪赌。那目前呢才上映1个多礼拜哦，中国大陆上映大概2个多礼拜，那最后我们还不知道结局哦，我们慢慢来期待。那聊到这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听这个长城里面有一首这个推广曲，叫《饕餮》，南征北战热血献唱的感觉。一场见你说战败了，谢谢的是这关那大漠的是出战敢打鼓。
悄悄让民工比上上讲，数遍账号上千就万把。天涯海角一起闯，你来闯荡一起上，历尽了沧桑，回头万里长，谁懂那孤独的悲怆？醒来。我召唤血脉，凝结了时代的情怀，沉默是无言的信赖，像这谎言。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由金明制作主持的今夜来一段。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呢，为听众朋友来介绍《长城》这部电影哦，目前上映一个多礼拜，不知道听众朋友看过没有？那我们这一集呢，就详细的来为听众朋友介绍整个《长城》的这个来由哦。那刚刚听的这个是里面的其中一首歌哦，叫《饕餮》。那中国传说饕餮是一个凶恶贪食的一个野兽，在古代的青铜器上呢，常常用它的头的形状来做装饰，叫做饕餮纹。那传说呢，它也是龙生九子之一哦。那饕餮呢，也是中国四凶之一哦，也就是四个凶兽之一哦。除了饕餮之外，还有这个混沌、穷奇跟桃物哦。那饕餮到底是怎么由来的呢？这个也有另外一个传说呢，是它是这个断头的蚩尤所化身的。那当初呢，蚩尤被皇帝打败之后呢，被斩首，然后呢就化成饕餮继续作乱了。那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叫做饕餮盛宴哦，它本来是一直这个众多美食汇集哦，然后各式各样山珍海味的一个意思，然后呢慢慢就有衍生另外一个意思，因为饕餮是非常好吃的，然后也有人用它来形容贪婪的一个象征哦，来变成贬义，就是指呢这个有人围观可能就是非常贪污哦，然后假当假替哦，什么都要吃哦，来形容这个贪官污吏哦。然后介绍完饕餮之后呢，我们来再来聊这个他们的这个时代背景设定呢，是北宋时期哦，宋仁宗。那宋仁宗呢，赵祯呢，他是出生在这个公元，也就西元1010年5月12号，然后死于1063年4月30号哦。那总共呢活了54岁，中国北宋的第四个皇帝哦，宋真宗的第六个小孩，他的生母呢是李宸妃。那仁宗当上皇帝的时候，当初他才13岁哦，非常的年轻。所以在剧中呢，为什么会找非常年轻才17岁的这个王俊凯来演当时的北宋皇帝呢？也是因为宋仁宗也刚好是17岁的年纪哦。然后宋仁宗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哦，就是我们过去常常在京剧里面听到这个狸猫换太子啊，其实就是影射赵祯呢在出生的时候被当时的刘皇后调包哦。除了狸猫换太子这样的这个剧名呢，还有这个打龙袍、宋公秘史、陈州要量也有用这些剧名来呈现哦，就是出现在我们的京剧或者歌仔戏里面都有这样的剧码哦。然后在京剧里，狸猫换太子呢，是这个指的是开封府哦，包公哦，也是我们熟悉的包青天。他有一次呢，在陈州放粮的时候，遇到一阵这个落帽风哦，这个风非常大，把他帽子吹落了。那每次只要有这个征兆呢，哇，这个包公就知道说又有冤情发生了。然后这个帽子呢被吹落之后呢，就飞到一个年轻人的手中。那包青天就非常好奇，那年轻人也跟这个包青天透露说，他自己的养母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妇，然后他的心愿就想要见到这个清官大老爷，这个包青天替他伸冤。于是呢，包公呢就随着这个年轻人回到他的家中哦，老妇就向他叙述他自己姓李，是当今皇帝宋仁宗的生母。那当年原来他是后宫的这个宫女哦，
哦，得到宋真宗的宠幸而得以升为这个婉仪，并且怀有身孕。当时的这个刘德妃起了恶念哦，在这个李娘娘即将临盆的时候呢，命令这个总管太监郭槐买通接生婆，将李娘娘，也就是这个生母呢，生下来的小孩换成了一个扒了皮的这个狸猫，再命令宫女呢扣珠将婴儿丢入宫外的这个御河，想让这个小婴儿淹死。那扣珠不忍呢，于是呢刚好遇上这个太监陈琳要去八贤王府，于是呢就把这个小婴儿哦，也就是后来的宋仁宗，交给陈琳带去八贤王府里面藏匿。那宋真宗呢果然就被这个刘德妃骗了，认为李娘娘生下一个怪胎，居然生下了一个扒了皮的这个狸猫哦。那一怒之下呢就将这个娘娘打入冷宫。后来刘德妃呢就升为皇后，但是他又赶尽杀绝，想要斩草除根哦，于是又命令这个郭槐去火烧冷宫，希望把这个李娘娘烧死。所幸呢李娘娘就福大命大，趁乱逃出了宫外。那这样的故事在包公知道之后呢，就把李娘娘带回京，向当今的宋仁宗皇帝禀告。那皇上呢非常的惊讶，他无法相信他孝顺几十年的刘太后居然是当初想杀害自己生母的一个仇人，然后马上就命令包公深查此事。最后呢果然查出了真相大白，水落石出哦。郭槐当然就被处死，那刘太后是自缢，母子相认哦。那李娘娘最后呢当然是入主后宫哦，成为皇太后。这是京剧里狸猫换太子大概的一个剧情哦。那听众朋友可能熟悉这段故事，那也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这样的一个京剧哦。在这边简单介绍一下宋仁宗的一个故事。聊完这个时代背景宋仁宗的故事之后呢，我们回头来介绍这个当初啊驻守在长城的这批这个人类的精英部队啊，其实他们有个名字叫做无影禁军。好，那我们在介绍无影禁军之前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哦。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播放一首张靓颖所演唱的这个 Battlefield 战场，来体现这个无影禁军的这个精神哦。那张靓颖呢她在大陆也是一个非常火红的一个歌手哦。她在2005年参加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比赛获得季军而开始出道。在歌唱比赛中她唱汉语、粤语、西班牙语跟英语哦。然后比赛中曾经唱出高难度的海豚音，然后后来就被媒体跟歌迷赋予这个海豚公主的美誉。比赛完呢跟华谊兄弟签约，一直到2009年约满之后，他跟朋友就合组公司少城时代，同时又跟环球唱片签署这个全球唱片的合约，一直到2014年7月已经发行了7张个人专辑、3张 EP 跟一张翻唱的专辑。那他也曾经演唱过多首电影的主题曲，并且靠着电影《画皮》的主题曲《画心》荣获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大陆女歌手。那她也获得了多国颁奖典礼的最佳女歌手的奖项，包括连续7届的中歌榜最佳女歌手、4届东方风云榜最佳女歌手及蝉联3届的华语榜的最佳女歌手。所以张靓颖目前是中国商业价值最高的女歌手之一哦。成都市政府也曾经用公文来宣示张靓颖的年产值高达11亿人民币。那目前呢他32岁，1984年10月11号四川成都出生哦。然后2016年也就去年刚刚结婚，他的先生呢是冯轲。好，我们就来听这首 Battlefield。 Baby I'm not enough I can give you what you need anymore、oh. Baby it's just my luckI got less than what I bargained for、oh. So if what you feel is no longer real I can just walk away But don't leave me hanging If you're unsure no
gets tough. Oh, as I used to be. Oh, it's getting to be too much. I would rather you just set me free.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这里是由金明制作主持的今夜来一段。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天以及礼拜一的清晨四点到五点在汉声全省的调幅调频为听众朋友联播。我们这个节目呢除了为您介绍电影，还有介绍书，或者介绍一些特别的人生故事哦，由金明陪着听众朋友在半夜聊着一个小时的心哦。那如果你错过我们的节目，或这次不小心转到我们的节目，你想要完整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没有关系哦。听众朋友可以到 YouTube 去搜寻李基明三个字，就可以搜到我的影音频道。那如果你习惯用脸书的话，也可以去搜寻汉声广播电台今夜来一段，找到这个节目粉丝页的每一集的节目预告下面都有主持人的影音的连结， YouTube 的连结哦，就可以搜寻到我所有节目的一个过去的影音档，包括我还有另外两个主力节目汉声广播电台快乐玩童军跟汉声广播电台 FB 新鲜事。那听众朋友你可以依照这个节目的主题去收听你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节目。那今天来一段主要是以这个聊电影聊书或者是聊人生故事为主哦，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一个节目哦。那 FB 新鲜事主要是为听众朋友介绍 FB 发生上的大大小小的新鲜事哦，那包括艺术家的专访以及博物馆的一些展览的一个介绍，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两大主题哦。那快乐玩童军呢则是以童军运动为主题的一个广播节目。那听众朋友如果你过去曾经小时候参加过童军，或者是你现在是童军呢，你就知道快乐玩童军在从2014年开播到现在已经三年多的时间哦，也是累积非常丰厚非常多的童军的听众。好，那我们今天主要是介绍这个电影长城哦。那刚刚播放的是张靓颖所演唱的这个英文的一首歌曲哦，是 Battlefield 战场长城里面的一首歌曲。然后刚刚聊到无影进军哦，我们继续来聊张艺谋。他过去因为他是一个摄影师出身，所以他非常注重画面的色彩哦，然后他非常厉害的是用色彩来讲故事，然后非常善用中国的元素，所以他在这一场中西合拍的这个史诗电影里呢也大量运用这个色彩的元素哦。然后他在里面呢有一批这个人类的精英部队，也就是无影进军。那为什么叫无影呢？因为他们无私、无畏、无影、无名，
所以统称为无影进军。那无影进军总共是由五个部队所集结出来的，那张艺谋在里面应用了色彩的元素。那为什么呢？那中国元素里面呢，就是像我们这个很多功夫啊，都是由这个古时候的人类去观察动物所发明出来，比如说最有名当是蛇形刁手，或者是虎拳、鹤拳、豹拳，很多拳都是这个观察动物的特性去发展出来的。那他也把这个中国功夫的元素里面呢、这个五禽拳放在这个无影进军的里面。比如说里面是五个军队，第一个是虎军，虎军呢他是用这个老虎的元素然后是由这个彭于晏来担任这个虎军的将领，然后他们是机关手的一个角色，然后运用的是黄色的元素，所以大家如果看到电影里看到黄色的盔甲、黄色的帽子、黄色的披风，就是这个虎军哦。然后再来第二个是鹰军，鹰军是弓箭手，他们身穿的是红色的。那老鹰的眼睛它是非常锐利的，它可以看到非常远距离的一个猎物然后呢，鹰军就是借用这个老鹰的这个锐利的特性所以呢，鹰军它的武器当然就是弓箭然后在电影里呢，火红色的这个制服就是鹰军的一个特色，然后是由林更新来担任这个鹰军的一个将领。那再来是陆军，陆军呢是由黄轩来主演这个将领然后他们是穿着这个紫色的这个盔甲。那鹿呢，大家都知道那个鹿奔跑的速度非常的快在非洲大草原上不管是虎啊或豹都会猎杀这个鹿。那鹿呢唯一它能逃脱的一个技巧呢，这就是速度所以鹿呢它就是类似骑兵的一个角色他们的移动速度是非常的快。然后再来是熊军，那熊军呢就是由这个大陆的影帝张涵予来饰演这个少殿帅，由他亲自带领这个熊军。那熊军呢他就是黑色的盔甲，然后他就是近距离的搏斗，就是像步兵一样近距离的厮杀，然后他们的武器呢大部分都是斧头，直接跟敌人近距离的对砍，然后包括敢死队也是熊军的一部分那再来是鹤军，鹤军他们穿着的是这个蓝色的盔甲。那鹤军特别的是它全部都是女孩子所组成，是娘子军。那里面呢是由景甜来担任这个鹤军的将领，叫林梅。那鹤军呢因为女孩子纤细的一个身材包括鹤是从天而降，所以他们鹤军呢就是像飞索兵然后他们就是从长城上面然后身体绑着一个飞索，然后往下纵身往下跳，然后直接击杀这个怪兽饕餮，就是像我们那种在高空弹跳这样的一个方式就由高空往下击杀这个是飞索兵鹤军。然后刘德华里面饰演的是一个王军师就是他是一个头脑非常聪明然后发明了很多机关跟武器来对抗这个饕餮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流行音乐歌手鹿晗也饰演一个小兵，虽然他这个角色很小但是那个鹿晗的高人气也帮助了电影不少的票房那鹿晗到底有多红呢？他在中国大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红因为过去其实我并没有特别注意这个娱乐消息那我们这次为了介绍这个长城这部电影呢，所以我开始 Google 了很多资料也看了很多大陆的相关的评论，我才知道鹿晗呢他是中国新一代的这个偶像歌手中国男艺人今年才26岁，然后他是北京出生然后2008年呢他到韩国去念这个延世大学就读这个语学堂然后2009年又到这个首尔去念这个综合艺术实用学校，学习的是实用音乐艺术系那他在这个韩国留学期间呢，就是有一天在明洞逛街的时候呢，被这个 SM 娱乐的星探所发掘，开始出道2009年然后在2016年1月7号呢，鹿晗的蜡像也正式的进驻这个北京的杜莎夫人蜡像馆。哇，你真的是他才26岁就已经红到他的蜡像已经被人家放入这个杜莎夫人的蜡像馆了。那鹿晗不只是能歌善舞他包括他的运动也是非常的强他也是天生拥有这个运动细胞，他也擅长这个篮球、滑轮、跨栏、保龄球、撞球、桌球、橄榄球，哇，几乎是一个完美男神的一个形象那另外还有他还会解这个魔术方块，一般我们在解魔术方块就是3×3那像如果你不了解公式的话，你几乎一辈子都解不出来。然后鹿晗他30秒之内就可以
破解这个魔术方块，三阶的魔术方块回到原状。所以这部长城这部电影呢，找了这么多超人气的这个新生代以及中生代的一个影帝加持哦，所以这个票房已经先立于不败之地。就算网络很多评论很酸哦，但是我相信这个票房不会太差哦。光是鹿晗他个人的粉丝就是破百万了。然后另外我们剧中唯一的一个女主角叫景甜哦，哇，景甜这个人物呢更是一个传奇的人物哦，她从一出道她就演女主角一直演到现在。虽然呢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很酸，就是觉得她一定是靠关系啊，她其实没有什么演技，但是我相信她虽然现在也许在演技上还非常的生涩，表情非常的不自然，可是我相信经过几年的努力她总会成长哦，所以我们不能用现在来评断她的未来。那甚至呢还有人会酸景甜她是票房毒药，她几乎演什么票房都差哦。然后里面除了刘德华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影帝啊，还包括这个张涵予啊。那张涵予可能一般人比较不熟悉，我们来介绍一下。张涵予1964年出生，今年52岁，出生是中国北京。1988年毕业这个中央戏曲学院的表演系，一开始是以配音出道，然后就开始一连串开始他的演艺生涯哦。最后被冯小刚赏识哦，开始在2007年这个贺岁档集结号担任主角。那这部电影呢在没有大牌演员的情况下居然创下中国华语电影 2.6 亿人民币的一个票房。张涵予呢也因为这部片而迅速的走红哦，成功跻身中国一线的这个影星的行列。2008年呢这部片呢就获得第29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跟第45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被称为大器晚成的一个百花影帝。第45届金马奖是2008年哦，然后那一年呢竞争这个最佳男主角的还有廖凡，电影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然后李连杰投名状，然后古天乐一个好爸爸，最后是由张涵予得奖哦。集结号，那集结号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它是一个以第二次国共内战跟韩战为题材的一个中国电影，改编自杨经远的小说《官司》，导演是冯小刚、张涵予主演。好，那这次张涵予在《长城》里面演的是雄军的将领，也是五军之首这个少殿帅。那影片的进行过程呢，没有多久，张涵予就被这个饕餮突袭哦，因为他们利用夜间突袭哦，把这个我们的张殿帅给干掉。那当然张殿帅死了之后在电影中就有一场非常感人的这个祭典哦。那这个祭典呢就有一首插曲非常非常感人哦。这首插曲呢是用这个唐代诗人王昌龄出塞来唱，然后是用秦腔哦。里面呢就是非常熟悉，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纵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哦。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这个边塞，表现诗人希望起任良将，早日平定这个边塞的战事，使人民过着安定的生活。那我们来听这一首长城的插曲《出塞》，是由赵牧阳所演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今夜来一段，由金明制作主持。我们节目呢在礼拜天以及礼拜一的清晨四点到五点在汉声全省的调幅调频为听众朋友联播。那听众朋友如果错过我们的节目呢，或者是常常半夜只有听到一半没有办法完整收听节目，没有关系哦，可以到脸书去搜寻汉声广播电台今夜来一段，在每一集的节目预告下面呢都有我们的影音连结哦，听众朋友可以连到 YouTube 去收
听我们过去的节目，或者直接在 YouTube 直接搜寻李基明三个字哦，李是木子李，基是基隆的基，明是明宪会顾的明，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过去播出的影音档哦，可以随时重复的收听。那今天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在上个礼拜12月29号正式上映的这个中国的一题材的好莱坞电影哦，这个长城。好，那刚刚聊了很多这个剧情，还有聊了很多演员哦。那接下来当然聊这部片最重要的灵魂推手是张艺谋。那张艺谋呢，他是这个中国第五代的导演代表人物。在1984年进入导演生涯之前呢，他曾经在张军健导演的影片《一个和八个》以及陈凯歌导演的影片《黄土地》担任摄影师，那分别获得诸多的摄影奖项。1987年他还曾经担任过演员哦，在吴天明导演的这个老井中演出啊，并且这部片呢获得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和第十一届电影百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1987年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红高粱》问世，以浓烈的色彩豪迈的融合叙事和抒情写实的影像风格，马上在1988年的国际间拿下第38届的这个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金熊奖，得到国际间的一个高度的赞赏。那柏林影展呢，我们台湾呢也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导演呢，是李安，他在1993年的喜宴也得到金熊奖，那1996年他又得哦这个理性与感性，所以大家听众朋友就知道其实李安也非常非常的厉害哦，他得过两次的这个柏林影展的最佳影片金熊奖。那还有一位呢是林正盛，他在2001年哦也以这个爱你爱我这部影片得到银熊奖最佳导演奖。那红高粱之后呢，他也拍过好几部非常非常有名而有代表性的电影，包括我们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秋菊打官司、活着，一个都不能少。那包括比较商业性质的就有英雄、十面埋伏，以及满城尽带黄金甲，也是一部非常华丽色彩鲜艳的一部电影。那在这边呢，我们主要来介绍一下红高粱哦，1987年的这部作品。那红高粱其实是一本小说，是中国作家莫言的一个中篇小说。这个中篇小说其实是整个红高粱家族的其中一部哦。那红高粱家族总共有五部的这个中篇小说集结成一个长篇小说叫红高粱家族哦。所以红高粱家族总共有五部，第一部是红高粱，第二部是高粱酒，第三部是狗道，第四部是高粱病，那第五部呢是起始哦。那这个短篇、中篇、长篇小说怎么区分呢？一般是当然是用字数来区分哦。那如果短篇小说大概就是10000字左右，那中篇小说呢大概是3到5万字哦。长篇小说就6万到10万之间，甚至是10万字以上叫长篇小说。那红高粱这部电影呢，就是用莫言的这个红高粱家族的第一部跟第二部来改编哦。那莫言他当时还没有那么有名哦，一直到2012年哦，他得到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哦。那他得奖的理由呢，就是他用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哦。那莫言呢，他本名呢叫管摩叶，出生在中国山东的高密市，那1955年出生哦。那也因为他出生在这个山东高密哦，所以这个红高粱他的故事背景呢，也是民国时代的这个山东的高密啊。男女主角呢，他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他们在一起，然后经营一家高粱的酒坊哦。那在日军侵略战争中呢，就是很多人被杀害哦，只有男主角跟他的小孩子留下来哦。那这部电影呢，它是巩俐跟姜文所主演哦。这部电影也是巩俐的第一部的作品，当时他还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学生哦。好，那简单介绍完红高粱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这个长城的片尾曲哦，叫《缘分一道桥》。这首歌特别的是，它是由这个王力宏哦来为长城这个量身打造，亲自作曲并且演唱。那他邀请到这个谭维维哦一起来演唱哦，然后呢也整首歌曲呢是用古风的一个方式哦，一样是用这个王昌龄的这个初赛为整首歌的一个序曲，然后慢慢延伸下来哦。然后整个歌曲中呢，王力宏跟谭维维呢将流行的唱法跟极具穿透力的秦腔来结合，激越高昂之外呢，更增添一种直达云霄的一个气势，用秦腔跟古诗的元素融合在流行音乐中。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缘分一道桥》。长城人未还，但
独饮深。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汉森广播电台，由金明制作主持的今夜来一段。今天为听众朋友介绍是好莱坞的中国大片哦，是长城。那这部片呢，刚刚介绍完了很多演员，以及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张艺谋导演呢，当然呢，男主角我们也要介绍一下哦。男主角呢是麦特戴蒙。麦特戴蒙他出生在美国麻州，1988年进入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就读哦。但是他在就学期间为了当演员哦，在翘课很多节的情况之下，最后并没有毕业哦。那他当初演的第一部电影呢是浪漫喜剧《Mystic Pizza》，我们翻的名字叫《现代灰姑娘》哦。然后那部完之后呢，一直到1993年他演这个电影《印第安传奇》才获得戏份比较多的一个角色。那1997年他跟他的好朋友班艾弗列克合写了一部关于数学天才的一个故事，这个剧本呢就是他们两个的成名作，从此他们两个就一炮而红哦，叫做《心灵捕手》。这部片呢获得9项奥斯卡大奖的一个提名，并且让两个人得到这个最佳原创剧本奖，麦特戴蒙也入围了这个最佳男主角奖。那也是因为《心灵捕手》的成功呢，让麦特戴蒙一跃成为一个好莱坞前途光明的一个金童，从此片约不断。那在1999年他又演这个天才雷普利哦，他
他饰演一个双性恋倾向的一个谋杀凶手。那戴蒙呢，他最成功的作品呢是两大系列哦，第一个就当然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神鬼认证系列，演了一个失忆杀手杰森鲍恩，第二个呢是瞒天过海三部曲的这个年轻乐观的一个小偷。这两个系列让麦特戴蒙成为一线的票房的巨星哦。那2015年他主演改编这个同名小说星际电影的绝地救援，让他获得金球奖最佳喜剧音乐类电影男主角的奖项肯定，并且入围第88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从长城开始来介绍很多故事哦，包括这个饕餮，包括这个宋仁宗的一个故事。那听众朋友听了有兴趣呢，当然也是希望听众朋友到戏院去看电影长城，来支持我们这个好莱坞的第一部中国电影哦，这个是非常有一个很重要的跨时代的意义。然后这部片未来如果票房成功了，我相信未来好莱坞就会有更多更多中外合拍的一个电影哦。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边哦，希望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有一集的今夜来一段，希望明天继续准时收听，我们明天见，拜拜。Just my luck that I got less than what I bargained for. Oh, so if what you feel is no longer real, I can just walk away. But don't leave me hanging if you're no more back and forth. Can you help me? Ooh, tell me what I'm fighting for. Oh, please just tell me. You can be honest if I'm fighting on my own. I can live if I'm on this battlefield alone. Baby, I'm not as tough, oh, as I used to be. Oh, it's getting too battlefield, battlefield.